大家好，我想跟大家分享由一位陈东福老师做的一个国字与词语音合成学习的系统。那陈东福老师他这个系统，他收集了非常多资料，但他这个系统是用 Flash 写的。那我们在跟他聊过之后，他非常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开源出来。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陈东福老师他收集了很多资料，他把像南一啊、康轩啊、翰林啊这些国小的课本都做了收集。然后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去抽取了非常多的句子出来，那这些句子可以干嘛呢？它可以这样：他没有什么内涵，却瓦釜雷鸣，高票当选。然后他除了这样播放之外，他点每个字，他也可以念。他然后甚至他可以有一个注音拼读的一个功能。他啊他，那他还可以这样子。还有这样子一个互动的小游戏，或者是有另外一种，他是，然后这个地方可以用画的，非常的精美，但是。他的问题就是他这些资料啊，他这些资料他是有是用文字文件记录，长这样，就是一串一串一串的文字文件记录，然后，但是他的其他所有功能目前来说都是闭源的，但我们觉得好像应该要有开源的东西可以替代。那目前来说，我们找到资料大概就是。那个 Ronnie 目前有做了一个，就是他利用蒙点的 API， 蒙点的 API 去抓他的笔顺，然后去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在这边 key 一个字，然后他就会出现他的笔顺，然后就可以去点去互动。那蒙点本身其实它关于语音的阅读，还有很多它相关的文字相关的东西，其实它 API 都蛮清楚的。蒙草布八画共十二画，蒙么嗯蒙一。好，所以就是想说，想跟大家讨论看看，就是有没有机会把陈东福老师的这个系统，就是他这些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功能，然后可以用开源的方式制作出来。好，谢谢大家。